这段影片要介绍改用 Face ID 脸部辨识的 iPhone X， 也就是 iPhone 10，如何到 App Store 下载 APP。现在多了一个安全步骤，就是你要按两下电源键，才会脸部辨识，然后下载。哦，避免你看一眼就花钱，这跟之前的 Touch ID 不太一样，多了一个安全步骤，要按两下电源键来确认。